那我们现在算是男女朋友了吗？ ，陈家俊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一点都不好玩，你快出来，你不出来我走了。怎么？你干嘛呢，陈家俊？干嘛呢？ 看了各种视频，还有求爱攻略，发现都不太适合我。我从小到大也就游泳还挺好的，然后我就找人学了几个像花样游泳的动作，本来我还以为挺浪漫的，结果就变成了搞笑。我都没想到会……谁说搞笑的？这是我见过最用心、最浪漫的告白，没有之一。那。 那我们现在算是男女朋友了吗？你觉得呢？那要不你再亲一个，可能就知道了。电话响了。 喂，敏慧，真的？那太好了呀！我就说吧，你一定行吧。我现在有点事儿，等回公司再跟你说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我总听你提起这个敏慧，她很厉害吗？那当然了，百人技术number one。哎。 帅男友总归要见闺蜜的，对不对？是时候让大家见识一下我曹木的男朋友有多帅。好。<笑>喂，你到哪儿了？ 别催了，别催了，我都到门口了，马上就上电梯了。餐厅在30楼啊，曹小姐订的位。我知道，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不就交了个新男朋友吗？这次怎么这么啰嗦啊？这次不一样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赶紧上来吧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一会儿见。 干什么你？怎么了？你这个流氓！不是，他摸我屁股！你还摸人家前面那位姑娘，人家不也没说什么？别胡说！他有没有胡说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个电梯是有监控的，你一举一动都能被录到。这个男的危险，看险去！赶紧报警！报警！对对，赶紧！到了，让开！不许走！干什么？不许走！让开！ 光局见了，给你脸！没事没事，哥，警察同志，我有。少废话，是为我儿的。真是人渣！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能害怕的，你越害怕他就越猖狂。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哪怕你没有证据，你就先报警。你要相信警察不会放过这种人渣的。嗯，我记住了，谢谢。没事。
这位女士，麻烦你现在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。好。哎，我不是说不用下来找我吗？我处理完可以上去了。我不是来找你的。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哦，刚刚也多谢你了，小伙子。没事。小伙子，嗯，你刚才电话里说跟你一起抓色狼的，就是他呀，是啊。 新男友，哦，你就是敏慧姐。你好，你好。要不喝点东西？行。我去给你点。帮我点一杯柠檬汁，还有一杯橙汁。是不是很帅？是不是很帅？我没骗你吧？ 你也就这一次眼光还行，啊，当然，他眼光更好。那当然了，而且经过刚才的电梯事件，我彻底放心了。恭喜你啊，找了个靠谱的。慧姐，啊，谢谢谢谢。你早上不是头疼吗？今天就别喝咖啡了，喝这个橙汁补充维生素。嗯，我听你的，谢谢亲爱的。 对不起，你这个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很肉麻的话？我有点生理不适。干嘛？我就是要刺激刺激。嗯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